上华最近还好吗？我觉得最近有去拜拜。小乔是水逆了，是不是？有点逆水，是逆水。哦，逆水，会游泳。二三到二四之间，哈。对，就是新旧年交替啊，有一点卷入一些无端的风波啦。然后就是以后自己在主持的那个论坛上面会慎选。但我当时听到的时候就想说，嗯，怎么会这么久远的事情，然后突然牵扯到我身上，有点吓一跳，这样。很担心可能检方那边会检方，可是对，我就只是单次的那个活动的主持，所以我其实觉得大家应该都明眼人应该都知道我跟这个事情应该是完全没有关联，就是甚至那个时候这个新闻爆出来的时候，我还想说到底是主持了哪一场，自己都不是很记得是不是、啊、对，还蛮久以前的，有一个基金公司什么澳洲基金涉嫌诈骗这样子，对哦，然后你被抓到了。哎呀，我就是曾经大概四年前帮他们主持了一次男生记者会这样子。哦，所以没被抓到。这是到底是想怎样？没有，我跟他们没有关联。你是不是怎样很想换搭档？是不是？笑那么开心，感情状况。现在就是专注工作，专注工作，就是当然、啊、今年就是也是刚好年底工作也比较多啦，所以、就是、一片看好，谈什么感情啊，对吧？对，忙着工作，对，对对对，单身啊，好惨啊！哎、欸，你今天是寿星哎、欸，可不可以说点好话？一下希望我被抓？没有，没有说什么。2024本来应该，他们今天又是今天有这么多双喜临门的情况下，对，对不对？都是一个洗心革面的好机会啊，对不对？太旧换新的好机会，哎，继续收看新攻略，1000集了，除旧布新的好机会，没错，好不好？希望呢，2024年呢，整个台湾都能够欣欣向荣，都是我们期待的。尤其又到了龙年啊，龙年生孩子生的特别多，好吧，赶快创造一下我们台湾的这个生育奇迹，已经不是经济奇迹，我们需要生育奇迹，好吧？全国一起来啊，好吧？谢谢你们，谢谢。哎，还好，丽婷，严丽婷，对，都拿着麦了，那就一起、哦、来。我没有被抓，我没有被抓。不小心也是卷入一些无端的争议，这样。有这种事？什么争议？我怎么不知道？就是小风波。姐后来有跟迪英姐联络上吗？迪英。嗯，对不对？奇怪吧？你今天来吃瓜第一排，问到这好像怎么没有啦，就没什么事啊，只是上节目一些小故事。嗯嗯，对，那可能就是你跟孙鹏啊，不是？哎、欸，寿星可以这样口无遮拦？不是，我看。不知道在聊什么，我现在不知道，我没有参与感，就是、我都不知道你们在讲什么。你要自己去谷歌，你要自己去谷歌。真的，哥等一下跟你补充前情提要，这样没事。好，没事了。大家演艺圈你们问不出结果的，对对对。哎、欸，我们那有个生命斗士啊，对啊对啊，抗癌斗士朱信来了来了，麦传到这边来了，来，我很好，一切都好。对对，旁边有那个，他现在不是假发，小鹿，你来了很多次，你快点啊！没，他抗癌斗士、啊，真法，你看看真法，对啊，真法啊，终于长出来了，美呆了，美呆了，今天不用戴就是假发，我想戴的时候还是可以戴一下，对。所以现在已经长那么长了。对啊，对啊。蛮会拿麦的。大家专业拿麦。想知道一年半可以长多长，就差不多这样子。嗯。从无到有。那还需要回诊吗？都要定期，就半年。半年要检查一次，应该的，追踪一下。要了要了。那生活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都还能自理，应该还好。反正上节目就不错了。应该还好，能工作、能赚钱、能吃、能喝、唱跳都可以。对，吃得下。OK，大家2024也会很好的。谢谢，谢谢，谢谢。